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SY 属于 R， 就是 SY 实数啦，而且呢这个叙述是错的，这个叙述错的，那我给它取否定以后就变成对的嘛，取否定以后就是这个取否定，这个取否定是 2x 加 y 减5等于0，而且这个取否定 x 减 y 加2等于0，那这样我就可以解这个方程式了，我把它加起来，解这个方程式加起来以后，这个就消掉了，这 3x 减3等于0，所以 x 就等于1，那 x 等于1带进来， y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1嘛，2减5的话是负3，负3移过去的话是3，所以 y 等于3，也就是数对哈，也就是说 x 等于1 y 等于3了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多少？ a 是 x 等于1，还有 e 的话是 y 等于3。